我们来看这手牌啊，曹睿直接 JQ 同色 all in， 这是其实这是一个抢盲行为，但是我 JQ 同色，你要跟我跑马，我也不是很怕，有点这种性质的。那德万和曹睿其实他们是同样性质的牌啊。德万这十勾要不要去跟别人跑一次啊？要跑，但这手牌德万说实在的有点不幸运啊，一般十勾同色这样的牌不容易和别人冲突。不容易和奥利的人冲突啊，但这把正好是和曹睿冲突了，曹睿也是一手结构牌啊，而曹睿的 Q 比对方要大啊，是最高张。其实这手牌德万要知道曹睿是这种牌应该就不会跟了。这样的我们来看翻牌，翻牌是 8A10， 但德万运气非常好啊，正好发出了这张10。那曹睿这张10是10勾圈，他是买上下顺子啊，买8、9、10勾圈和最大的勾圈凯尖的顺子，加上买 Q 的对子。转牌可惜没黑桃啊，双方都没黑桃。转牌发出一张 J， 虽然没发出来一张 J 啊，但让就是曹睿有了 A 的出路，因为德万现在是两对，发出 A 了 A 的话，就是曹睿也是两对了啊，就是 JJAAQ 的组合。哦，河牌发出了这张 Q 啊，那这样的大家都是两对，曹睿是 JQ 两对啊。确实是这个牌，无论从翻牌前还是翻牌后啊，其实都是曹睿一直是领先的，虽然曹睿到最后才变成成牌啊，一手比德万大的成牌哦。啊，这样的德万这手牌就损失惨重啊，变成了短筹码。曹睿筹那个筹码翻倍啊，这里边这个人啊，这个光头戴帽子拿 KJ all in 抢个忙，正好碰见 LEO 是 AA 啊，那 KJ 比较背，然后他翻牌还哦也还行吧啊。哦，两对啊，我以为是一对 K 呢，因为我看一对 KA 也是领先的，还有张红桃 A 啊，但 KJ 是两对，但是里边 AA 还是领先的，这里边 A 的出路太多了，包括发出六啊，他也是两对啊，红桃是花是吧，发出一张 Q 就是多了顺子的出路。 KJ 一面摇头呢，因为发完了没显示，他站起来都开始麦克都拿起来了，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了，应该是发完了，不发完没发完吗？预计到自己不会赢吗？他这样的不是，你要是把麦克都拿下来了，你要万一你赢了呢，是吧，你也刚才显示是不是有39的胜率啊，你要赢了你再装回去吗？那不麻烦吗？那这样的桌子上还剩六个人啊，这第七名也是没有奖金啊。现在节奏变快了，盲数也又涨高了，短筹码的德万是吧，和曹睿跑马失败之后拿 KJ 抢个盲，90同色，筹码很多啊，靠了进来。那既然看看德万的这手生死跑马668，对德万这牌还不错，但是还是落后的，对方这么老多出路吗？890啊，确实出路也很多，有一个7的卡顺，加上德万这个牌也是 miss 嘛，对方也能买9买10的出路。那转牌发出一张9啊，那这样的德万现在还有6张牌的出路，看看河牌，德万只有21%的胜率啊。看河牌是什么 Q， 那这样的德万就被淘汰了。德万获得了第六名、第五名。前面可能有点算错，前面算到第五名，第五名应该有奖金啊，有奖金吗？反正第四名肯定有。第五名我感觉应该也会有。
来看看啊，应该要有奖金，应该会显示。现在这个 Ivan 啊，他有221个安体，553万的筹码，应该是 Trip Leader。Chip Leader, 5.5 million chips.Ivan, he knows his preflop equities because some people. 德万不显示一下吗？别人都显示，至少显示个淘汰。德万什么都不显示吗？现在还有四个人啊！玩曹睿这里边拿到十勾，又推了 all in 抢盲，唐拿到了八九同色，这里边要不要接啊？现在短筹码其实推的频率都会比较高。盲注也比较高，三万六万。看这个劲头，应该是要接。做了这么多准备动作了，然后最后你啪弃牌了，有点对不起周围的观众镜头啊，牌桌上的人。一般这样的都会靠啊。八九同色其实是可以接一手的牌，人少了洗盲也比较快啊，也需要你更宽的范围去防守。那这样的是一个跑马啊，我们来看看这手跑马啊。好在曹睿有张方片石哦。The good thing about 9-8 suit is that you're never dominated when you call an all-in. 我们来看看这个翻牌啊，又是曹睿的生死跑马。这两个中国牌手啊，翻牌 A 九十。哦，曹睿非常幸运，击中了一张十，八九。现在由于击中一张九嘛，现在他也有两对的出路。哦，曹睿变成两对了。那现在买上家顺子啊，虽然曹睿变成两，啊，买上家顺子，还有这个三条九。看河牌，河牌一张 K，OK， 曹睿成功扛住啊，再次筹码翻倍。虽然都是中国牌手啊，但对曹睿更熟悉啊。其实曹睿，我是觉得曹睿的水平是要比这个唐要好的。曹睿的水平。I see him. 前面德万啊，前面德万确实没有给德万镜头，他的奖金啊，但他有一个就是那个奖金榜啊，就名就是他有个榜单啊，就榜单上边显示德万有200万的奖金，198万啊。就是第五名也有奖金的，德万带了200万奖金走了。我们来看这手牌，库恩直接用 AJ 同色 all in 去抢盲，但这手牌唐是 AK 啊，那肯定是要接的，也没有多眼啊，直接 all in。啊，曹睿这个牌就不参与了是吧？既然你们俩都拼上命了，我拿九十，我们有必要去。这九十单挑接奥利也不是太好啊，九十同色可以考虑啊。那这手牌其实唐这手牌单独而言，对 AJ 是比较有利的啊。还有像红桃 K， 不管怎么着，当红桃 K 啊，他本来要压制对方啊，拿走还拿走当红桃，对方 AJ 红桃，翻牌779对 AK 也非常有利啊。其实只要一般别往这上边走是吧，一般都是会哦，说着说着转牌就来一张 J 啊，这个 ABB 面转手发出张 J， 那 AK 他就非常的背了，现在只能去买 K 一张 Q， 那唐可以说非常的背啊，被转杀了，被转牌给杀了，转角遇到爱了。OK， 握个手啊，没击拳啊。啊，底问堂获得第四名，名次也不错。第四名是有264万的港币。